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六场八人国战的比赛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那么今天这六场国战的话，有袁湖、杨崇利、我沉默、青视天下、刘挺高和船长提供的素材啊，这里表示十分的感谢。那我们这里的话先看一局，看一局啥呢啊，先看这个群雄啊，看群雄。第一局的话，我们这边啊选了一个华佗加邹氏啊，老头配美女啊，也能老汉啊，老汉啊，一个老汉一个美女啊，这个要注意身体是吧？但是我们这骑手手牌有点惨啊，一手黑啊，一手黑。那我们这里是黑心老医生啊，那么大家估计要一闹了，一闹。那么二位没动，三号位知己知彼，六号位啊，然后一代劳就动了一下啊，就这样。四号位回一点体力啊，就大家都比较低调，那边过河拆桥。六号位去拆人家刀啊，敢这么先行动啊，有防御啊，有可能有位将啊。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队友大嘴田丰在这边放箭，放箭，放箭，放箭啊，是吧？放箭。那这里的话这么快就开始打工了啊，但是打工我们手里一手黑啊，只能最后一发来个急救，这也是比较惨的。箭支充足，尽管取用，箭支充足，尽管取用啊，无穷无尽啊，再来一发，放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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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随时急救。那么后面的话有五张牌啊，这要是赌我们啊手牌的话，这就有点惨了。估摸着因为我们已经用了装备啊，他这里队友直接过河拆桥啊，然后红桃再杀一刀，没有再放了，没有再放了，还是打得比较聪明的，因为我们毕竟啊没有用手牌之后。那么这里杀一刀，三号位那边啊，哦，小胖啊，享乐都没有用。那么最后一个桃园再回个血，这样的话暂时先稳一稳啊。然而手里还是只有一张急救，二号位不动。那么二号位的话应该是飞群啊，群雄的话这里如果他是群雄，应该是再动一步啊，稳，直接打一个连击控一下场啊，应该是飞群的，除非他技术有限啊。那么四号位开一个万箭出来的话不太看得懂，五号位吃个桃，冰凉也不动，那边嘟嘟的话完了，这样的话应该来说会反进大嘴杀一刀。南蛮啊，南蛮的话我们这里那边桃子杀一刀，我们继续掉血，还有一个急救可以暂时续一秒啊，续一秒，挣扎吧，挣扎吧，拿到方便啊，方块之后，哦，这边还有队友啊，主公，主公，快走！这俩肌肉男啊，吃我大屌屌啊，不是吃我一击啊，吃我一击。这里的话都直接没有吃上，就直接足了。那我们这边有三个。可惜我们这边没有那个呀，可惜没有杀，要有杀的话可以杀一刀农民。那边的话中决斗，这样估摸着救不回来啊，农民，哦，决斗打脚，农民的话看看怎么打，拿来吧，哎呀，这就无可奈何了，有闪啊，把我们的红闪拿走，太后的话这样顺手拽羊屯田杀一刀，两个屯田。那么后一轮的话我们希望来一个九杀，来个九杀，鲁等给我看好了，鲁等给我看好了。那这样的话有点惨了哈，黑心医生没有桃子啊，这一个反箭带走之后随时还掉一血，再杀一刀补一刀啊，群雄就直接崩掉啊，群雄直接崩掉，田丰的这个逆风那个负面影响就显示出来了。那瞬间啊我们由三大群啊变成了一小群啊，独苗了。最后四国军旗大决斗，拿到了九，我们现在还好有白银啊，但是的话嘲讽值应该来说不低啊，不低，毕竟有华佗嘛。那么这里的话决斗一下农民，还好，这里注意一下，这我才注意到啊，这边农民放的副将资粮啊，那我们打的依然比较浪啊，凉血也不清狼了，也不清狼了，估摸着是想着降一下嘲讽，你们不要来打我了，脑子不清狼，你们去控一控别人啊，比如说这个地方嘟嘟是吧，有冠石三血三排，这个你们谁能挡，挡不动啊，就是失败。那么这边再杀我们一刀啊，张辽，哎，这里的话注意，这里我们
你我还真是投缘呢，是吧？投缘的话就直接白银回个血，用一张牌啊装备牌，白银回血啊免得清囊，万箭再开出去砸一砸。那么张辽啊，对，就该这样啊，就该这样。哎，这就漂亮了，不要来搞我们啊。乐不思蜀空一下可以，那边反进啊，互相撕，撕完之后农民死，哦，还有酒，还有酒，屯田失败。乐不思蜀远交进攻发一波啊，那么借刀杀人，直接酒卤带走周瑜，收一张乐不思蜀空张辽，漂亮的一个远交进攻啊！最后这样的话，越老越要补啊，是吧？这个我们得来一套大宝剑，否则怎么跟我们那边的邹氏啊来啪啪啪？过河拆桥，哎，反正这个屯田啊，咱就不虚了。这个资粮屯田啊，单挑的话应该来说不太虚啊，不太虚。那么越老越要补，是吧？杀一刀，那我们直接选择掉血呀、啊，掉血。那么后面的话，杀强中啊，强中。这你闪掉我们这灌石，直接砸出去，让你六亲不认啊，六亲不认。第一局啊，那么其实我们这个黑心医生啊，这个也是惨啊，一手黑啊，一手黑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蜀吴国啊，看一下第二局吴国。这边吴国的话，我们选了乔大乔香香啊，大乔香。那么大乔香的话还是有配合的，琉璃啊是可以的，是吧？我们琉璃这可以触动消击，然后回合内国色可以触动消击啊，装备的国色。那么队友在那边。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。顺手转羊，跳飞舞，杀一刀。那么萌萌娜，你这样干的话，这个嘲讽招的啊，很正常。燃烧吧！当然啊，他选出来，你就要敢于克己，然后燃烧吧，小宇宙啊！燃烧吧，小宇宙！南蛮一炸，炸出甲鱼啊，甲大仙儿那边知己知彼，继续看啊。我左看右看啊，就是看不到啊。七号位桃子磕一个，那边七年奴啊，年奴也不留了，危险物品啊，留守一包啊，留守一包。一号位一代劳装上装备啊，就这样了。那边的话，冰娘空一个，你搞我，搞我我就冰你呀、啊，你可识得此阵？你可识得此阵？此火哦，那边的话，群属开始撕了，群属开始撕。但现在的话也不太好撕啊，每个人嘲讽值也不是特别高，也不是特别高。剩下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啊都在龟缩，在龟缩，这边顺手往我们身上顺，那边的他估计想顺这个加一，但是我们不给啊，不给啊。那边又看南蛮、这个南蛮的话感觉也不太像蜀国呀，小诸葛就三张牌，那么再杀一下女谋也不一定啊，还是不太明确啊。小诸葛有无限，他打南蛮也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决斗，刚才二号位往我们这边顺的，可能还偏我们队友，但是先暂时也不太明确啊。哎呦，边吃我把火，请边吃我吧 ，fuck， 抱紧我 ，fuck me， 是吧？你的牌太多了，你的牌太多了，拆一波，两波，空城，咣！来，再来强弩一发，强弩一发，这就是比看到后卫借刀掳人。哦，刚才不是借刀掳人啊，是直接奇袭的。看到了飞舞，飞舞的话，然后还是紧接着掳八号位。我们这里的话拿了一个方块啊，注意我们拿的是方片。如果他们其他人有意识的话，有可能给我们这边，当然是一个红杀也比较正常吧，比较正常。直接扯毛啊！这他不阵亡，就是那边亮出来两张手牌到手了，那我们继续气呗，继续气呗，雷杀气掉，留方片在手控场呢。那现在整体啊，大家都按着打，也没有知己知彼，看到彼此的身份。哦，鼠辈竟敢伤我！天下人爱子生教，天下人父。这个万箭齐发，我们直接出闪了。萌萌哒，能不能扛得住几波啊？那边冰凉寸断，桃子吃起来。曹老板的话，这肯定万箭要放一波了。
过河拆桥，万箭齐鲁，炸了！石德此阵，炸的你们不得不出来找状态啊！炸的你们不得不出来找状态，万箭决斗再收啊！我们这边决斗再收。哎呦，这就直接跪了，有没有周泰啊？感觉不像有的样子。走，大哥，大哥，众谋愧矣，众谋愧矣。那边的话，九杀小诸葛，凤凰把凤凰打出来了，那还算可以啊。那自爆小卡车啊，这个已经损失了一次自爆的机会啊。最后的话，这里过河拆桥，人家好像没出现过嘞。那么你的寂寞被识破了，虎斯啊，虎斯。王浩伟在那边以逸待劳刷一个，然后弃牌闪电挂起来啊。这里挂了个闪电，这是已经是狗急跳墙了吗？二号位还在不动，那么我们主要现在还是继续龟速啊，两边啊，两边啊，刮，这个就是隔岸而至，那边全亮，这边全黑啊，这边全黑。夫君，您要替我做主啊！但是这里如果对面有意识的话，应该开始可以砸一下暗将了，砸一下暗将了。这你们不应该自己啊，这个。魏蜀群三家在那边四啊，应该来说，吼，这边被劈中了八号位。那他挂闪电的话，就那么哦，还真，教主被劈啊，气的一个黑桃闪电啊，想害人不曾想，终究害己啊。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啊。那边火攻来一发、啊、再杀一刀，这样的话整体局势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我们这里也没有办法，只能出这边。哦，这边跳飞拳了，跳飞拳的话那么就比较简单啊。剩下的三血将还有可能魏将呢。哦，底库都不给看啊。那我们乐不出手控一下四号位，杀一刀足了，足了。请休息吧，请休息吧。这里他还不动，那应该也是非无非位了，肯定是非无，那这应该就简单了，蜀国了。只要他一门不动，这个已经很明显了，那就蜀国三血蜀国，也不知道是什么武将。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，来砍我，砍我我就流离，你能奈我何？杀一刀。哦，老诸葛啊，那么老诸葛这个地方，我们跟他打。霸业未成，未成啊，未腾，未腾。这里还是小胖，那么整体而言的话，死了之后啊，我们单挑的话，应该来说琉璃已经没有威力了。那么最后只能依靠这边有以逸待劳刷牌，只能靠国色啊、消息啊，看看能不能动一动啊。天下大事，过河拆桥加一，继续乐不思蜀控一控、啊。他就关心两张，还好啊，还好。乐到的概率还是有的啊，还是有的。哦哟，这一波输出啊，一波大宝剑刷出来，决斗再来，嘿嘿，一套大宝剑我也给你刷出来啊。天下大事。那么这边有藤甲，桃子吃一个。知天意。这里注意啊，那么现在的话注意啊，如果我们来了一张火攻，再来一个铁锁的话，那就神作了，直接锁上一个火技带走了，一个火攻带走了。知天意逆天难，借刀杀人。那么注意啊，你看啊，我们续这个锁，应该来说就是为了后面的属性啊爆发的，特别是有藤甲在。那么那边继续冰凉，我们就暂时看戏咯，只能看着他一通大操作，一通大操作。萝卜素素还好，只要别控我过牌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个火杀好危险啊，落到我们手里啊。那边的话，我爸爸是刘备哈。知天下大事。打打杀杀真没意思啊，真没意思。那么其实的话，我们现在迟迟不锁不保自己的话，可能就是等着火攻啊。哦嘿，神作来了，那最后一波带走。这个续铁锁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，这个策略可以。当然有人的话可能考虑，就是说你前期为什么不赶紧锁上啊，防止自己的藤甲被带走呢？而且他一血了，他如果摸到火攻的话也不敢火攻自己啊，没有逃的话那就但是那样的话
可能风险反而比较高。那么我们这里续了一步啊，争取自己把握主动权，等的就是这个火攻啊，还是漂亮的，还是漂亮的。好，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三场魏国啊。这一局的话就是农民狗啊，农民狗还有一个父子组合孙坚孙策的话没有选，农民狗的话还行吧，有输出有集袭，主将集袭啊还可以。那么这样的话一波大家都在低调低调，结果三号位这可就不低调了，又是过拆又是火攻，三难道就是卖血流还是防御流啊，卖血防御流呗，反正有可能未降呗，正常先这么待定啊。然后人家南蛮又开出来，我们直接出杀，呵呵，屯田红桃凳啊，大姨妈了。哦，不见啊，那你杜空炫的话，那我们继续来屯田啊，可屯锄禾日端午啊，锄禾日端午，鼠辈竟敢伤我。那么夏侯惇子啊，我们刚烈哥也在这边动起来。哦呦，陆香香，但是你出来的有点早啊，出来有点早，你后面可能就要被打成筛子了。顺手转羊还杜空炫，这有啥用呢，有啥用呢，正常缩一缩啊，缩到最后装备先码起来，慢慢码，码到最后一波爆发带走残局，按捺不住性子。对啊，我们刚烈哥都看不下去了，这点家底都被你败光了，杜空啊，杜空。那边的话，一代劳白银回个血啊，就这样。八号位看看怎么行动。哦，队友，但是我们这里有勒布斯鼠呀，如果谁把勒布斯鼠解掉的话，我们这还能形成一波三连斗啊。感觉不太像有了决斗。九鲁，嘿嘿，打的就是你啊，可惜不是火上。哎呀，这翻面就意味着不太妙了，不太妙。那我们被勒中，那边夏侯渊的话，神速珠联璧合啊，那边远交进攻打无懈，那四血将有防御，看看是谁哦，亮，哦，黄忠加魏延啊，黄忠加魏延，锁锁连环，这个没法中啊，手牌数大于等于他的体力值啊，他四血我们三牌，或者小于等于他的攻击范围，他啊两个距离我们是三张手牌啊，所以的话都不符合。那边的话过拆脚又继续跳了啊，这边跳飞位，飞位注意场上现在这里的话这就偏熟了啊，也不一定，现在应该是盟友啊，他们我们这边已经三位了啊，痛苦吧，痛苦吧，放快走！哦呦 ，fuck 走了 ，fuck 走了，共情随你而去啊！抱紧我，抱紧我！哎呀，火杀哎，灌石哎！还施必胜啊，还施必胜！那我们这里有 K 人，杀先杀一刀，先杀一刀。不死我们再 K 点拼个点儿，哎，有过拆，过拆的话减一控距离，这样的话还可以保一保夏侯惇。那边的话灌石拿过来可以的，呵，这个拼点都赢了，也行啊，也行，整体三 v 三，但是黄忠的话只要来一把刀真机可能扛不住啊，那么还好断刀了，那边的话杀一刀，哦，张飞，但是这样的话可以把闪清掉，最后这边七号位再补刀啊，七号位再补一刀，我们这边没有逃，哦，还是横针啊，那手牌啊，肯定的，这有逃都没了，有逃都没了，张八呀，怎么没杀？人家拿着张八，怎么可能断杀呢？小伙子 naive 啊，姿势还要提高啊。姿势水平还不够，那么现在的话，可能张飞好捏一点啊，张飞好一点。一代劳回个血，那我们这里的话，扔一张装备，扔一张牌，囤个田啊，囤个田。那么整体而言，现在这个局面应该来说比较容易了。两鼠对两位群雄的话，可能适当的控一控。那么这里还是打了我们一下，控一下血，然后卖个血。
武装山摇，顺手拽羊，再顺手拽羊，决斗打了一下黄忠啊，赵云有手牌了就不好打了。三年两刃拍出去，驱虎吞狼之际，一套大宝剑啊，一套大宝剑。吴善于千里行人，这里不管怎样、啊、都有人头的。这有菜刀流两波啊，两波。过河拆桥，现在二 v 二。二 v 二的话，这边拼点双刃啊，双刃我们继续屯田。然后啊，拼苏辽啊，拼苏辽，奇袭敌军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吃一个桃啊，杀一刀啊，然后的话，选择了拼点啊，带走张飞，最后又顺利进入二 v 一啊。那这一局应该来说，这个时候稳多了。刚才的话由二 v 三到二 v 二再到二 v 一，这个过程啊还是比较轻松的，主要有一个屯田集袭在这边，而且注意我们刚才一套大宝剑决斗杀三金两人排出去，再驱虎吞狼控一血，最后再来一个南蛮，那是一套大宝剑啊，那就打得他们不要不要的数啊，终究啊魏国还是扛下来了。看一下最后还有三十几秒，那董胖可以投降了。这个局面这还有个兵娘，你怎么打啊？难打啊，咆哮不断。魏国蜀国看一看啊，蜀国看一看。这一局的话，诸葛加猛货，丞相救我，还是丞相助我的啊。那么大家的话，这都比较高调，比较高调。那边的话，都督亮出来啊，贾大爷亮出来，先亮先死啊，先亮先死。南门一仗，哎呦，这是要蜀国抱团了，蜀国抱团了。然后我们这里的话，插标卖手，郭嘉的话不好打呀。夫君，您要替我做主啊！哎呀妈，幸亏有两套，否则被玩杀三排，这贾大爷玩杀缠啊，就赚大发，就赚大发。那么这里啊都没有选择那个再起回血啊，而是直接选择了关心，呵呵，顺了一张神桃啊，顺了一张神桃。小诸葛，桃子再次刻血，燃烧吧小宇宙，结果就没了，就没了。典韦过河拆桥，锦衣人王挂起来杀月英啊，吃我一击击万计啊！这样的话，蜀国这个看来，哦，这又劈死了蜀国。哎呀，蜀国要爆了！哎呀，蜀国被爆了！就是这么快啊，就是这么快。那么就看这边的话，还好没有神藤甲啊。现在我们已经是暂时小无敌状态啊，小无敌状态，藤甲空城那边啊。国家哦救了起来，那这个局面应该来说整场都明了。两位两群两蜀吴国夹缝中看世界，夹缝中看世界，这边还有华佗。那么整体的话啊啊，这桃子救的什么鬼？那么最后啊，群雄啊，教主他也不敢砍啊，汝等看好了。那么孙权那边副将还有可能是周泰啊，那么这边哎呦吓人啊，年奴贾大爷的话估摸着扛不住了，华佗两桃这个直接牺牲不救啊。那这样的话最后啊，群雄肯定成为单个的，那我们这边的话应该来说二 v 二打吴国了，华佗就看戏了。破弓骚啊，杀一刀你再掉不掉了。小诸葛这个优势，拿一个刀挂上加一还行啊，教主就看戏了，你们两家撕啊，没我啥事啊，没我啥事，不用管我方片周猜了一下红桃，结果来了个黑桃啊，这样的话再起丞相助我，三尖两刃还可以拍一波啊。这样诸葛过河拆桥，那么刚才的话有寒冰剑在手里，杀一刀吗？周泰吗？周泰吗？你还不如杀一下周瑜嘞。那么周泰这个地方倒是好啊，我们看到了比较开心，三金两刃啊可以用起来啊，直接打他一发，然后拍一下二张啊，拍一下二张，然后这边给了明闪，就有点难了。过河拆桥三金两刃吧，这应该来说
防骗。红桃又是黑桃啊，又是黑桃。观今夜天下，哎呀，一个红桃都没有，这哭了。丞相助我啊，并没有助。这里没必要，我以为是一血呢，看错了，看错了。顺手斩阳，这样的话一刀带走。最后的话，决斗有一闪嘛，七号位打无懈。最后华佗终于要动啦。那华佗一动之后的话，小胖这里跟我们形成放权啊。起，直接选择了回血。那我们打了一把保守牌，没有掌握行动权。以我之天下大事和天机之造化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可能考虑的就是啊，那边的话跟人家教主打配合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就打一波防守喽，打一波防守。那么当然希望把那个青钢镜给拆掉是最好的。青钢一拆，哦，漂亮，雷吉没有牌了，没有牌了。这可以借刀杀人，拿过来啊，休想啊，休想。那么那边的话，雕虫小鸡鸡啊，雕虫小鸡鸡。注意，我们这里啊，慢一点啊，可以是注意不去牌是这个是二，只要有杀的话，可以直接把孙权带走了。当然啊，这边人家有那个急救，不一定能带走，都是问题啊，都是问题。容我三思。那边叫停啊，别杀我了，别杀我了。这里的话。红桃给诸葛啊判了一个乐不思蜀，这样的话还行，但是的话人家有教主在啊，无可奈何。那边的话青囊继续补补的话，我们现在可能要把华佗的手牌给耗掉，耗掉之后把他杀残了，杀残了就好打了。雕虫小鸡啊，雕虫小鸡关心，哎，有扇子啊，可以留一个。那么桃子留给小诸葛去补血啊，桃子磕一个火攻。哎呀，这个时候华佗应该不用主打输出了，你这应该就是做好防御就行了，手牌留着，尽量迷惑敌人啊，尽量迷惑敌人。杀一刀。这里啊，刚才我们关心是放了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，那么烧一个，这样的话就明着杀了，敲牌。这样之后教主就好打多了，一旦华佗手牌保不住之后，那就分分钟可以搞定了。分钟可敌，这边你啊，你的寂寞被看穿了。夜天下，知天下大事。杀一刀，那么这样的话，华佗燃烧吧，燃烧吧，死了，死了。最后的话，这边就投降嘞，投降了。二比一啊，慢慢磨死他们，慢慢磨死他们。这一局蜀国。还算可以啊，还算可以。主要这边啊，都督这边啊，你怎么都得死啊，怎么都得死。死完之后二 v 二，还行啊。好，魏蜀无权。最后还有两局啊，这边的话，看这一局，这一局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国了。农民加李典啊，农民加李典，魏国。那么我们起手的话就这样龟缩一下，可惜没有闪啊，万箭防不住。那边有大柯基啊，萌萌哒萌萌哒。那边的话寒冰挂起来，南蛮入侵打一波啊，直接出杀了啊。屯田的话反正暂时也不需要，不需要。那边顺手转羊，然后寒冰挂起来弃牌啊，桃子磕一个，八号位弃。这边呢继续弃啊，这边这个整个这已经到了第二轮啊，大家依然是不怕没柴烧，不动如山，不怕没柴烧，还没人搞，还没人搞那边啊！我就说嘛，再不搞人家还大柯基呀，大柯基，亚柯西，人王继续挂起来。这边的话八卦看一看啊，怎么搞？弃牌了，弃牌了，装上刀弃。进程有点慢啊，也不去打女魔，就光顾着 KAOE。 哎呦，替我挡着啊，替我挡着。那么哎呦，这 AOE 开的啊，这 AOE 开的、替我挡着啊。三号位的话也难以判定啊，难以判定。那边的话借刀杀人，五号位的话打了一个无戏啊、应该来是飞无的吧，这边救起来应该也是飞无的。那么然后也还是哦，
是棋手有独条。那棋手独条，那就是他摸牌。那有哪些啊？玄玄在我们这边啊，关心吗？那边，哼，极致，杀一刀，削牌，让你浪，浪得过我寒冰剑。这里的话，他换上丈八，还不如留寒冰啊，打一打小乔呗。大家还是啊，这个刚才高潮了两波 A O E 之后啊，又恢复了平静啊，又不动了，又不动，那边互相撕，撕完之后，这边的话也应该是又有独条了，那可能很有可能是老诸葛，四血老诸葛配二哥，替我挡着。其他的话，其他是谁呢？待会儿再看吧。杀一刀。哦，贝贝在这儿打仁德，以德服人啊！以德服人，这边有杀的话，可以杀一刀小乔啊！也不知道怎么想的，难道没杀？八号位不动，一号位的话继续气。那我们的话也可以继续气啊，继续气。苏苏你快来了一张加一，还可以啊。那么杀一刀蜀国啊，灌石砸出去，硬砸出一片天地。噔噔噔噔噔噔。万箭齐鲁啊，该出闪的就出闪吧。掉鞋，大丈夫何居节操，卖起来，卖一波牌。五号位，五号位究竟是啥呀？这难瞒，前尘往事，大家打的比较多的话，应该能知道是谁了。这看难瞒不太像蜀国。亮。我去了，哎呦，还继续拆我，继续拆我。关羽在此，尔等受死。对啊，你刚才的话那一波，人家有二爷直接跳出来砍一波不就行了？飞鼠啊，这边的话一号位可能是吴国队友了，过河拆桥。哦，飞吴这个就可能偏鼠了，鼠吴啊，亮出来，大制衡。容我三思，容我三思，杀一刀。但是这里的话小乔应该是命不久矣的，小乔命不久矣的。那么这里的话借刀杀人，杀吴国啊，然后我们这里的话杀一下暗将，控一控三血，他也没有卖过，直接搞定他一血啊，搞定他一血。哦，邹氏啊，小群雄顺手拽羊，然后杀一刀小乔，这样的话大家急救是没有急救了。全都前尘往事莫再提起。哎呦，心机啊，还乐添我们一个大乐。那这样的话，那不是空一下五号位，继续乐中啊，乐中，杀我们啊，闪掉，希望能够添过一个乐。那边继续杀一下八号位跟这边的一号位互撕啊，互撕。红杀你杀杀我，我杀杀你。哦，五号位这是救自己队友。哦，那难道是洛神？洛神的话配谁呀？莫再提起。不对呀，不对呀。借刀杀人，看儿来插标慢手，杀一刀，邹氏足啊，邹氏足。哦，这边说了，夏侯渊神速啊，对对对，这边的话就对了啊，大家都是经验比较丰富的啊，我们是这个。这就对了。那么回合开始的话，就是玄玄、关心、夏侯渊、洛神这一类的啊。看儿来插标卖手，又一波带走了。哎呀，这个节奏都比较快呀、啊，节奏都比较快。那感觉哦，最后还说了一个大嘴呀、啊。飞舞最后是个群雄，全都去死吧！那么这里的话，我们。关羽在此，关羽在此，尔等受死，调戏全是杀，二爷终究败在我们旗下，还不够。这边的话，周泰，那么收一张牌，也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再杀一刀。这里大嘴肯定是没用了，周泰应该来说也没用了，我们渔翁得利啊。这样的话，红桃屯田，冰凉寸断，杀一刀，冰凉就冰凉啊。但是我们这个屯田用不了了，有点尴尬，有点尴尬。四张屯田，杀一刀，忘戏一个，有屯田了，哎，这个就可以了。锁锁年环重铸，重铸五六七，可惜没有闪啊，还是有点危险啊。
杀一刀，前尘往事莫再提起。那么这里的话，哎呦，好漂亮！那这样的话，应该来说，孙权 CU 拉拉杀一刀，再屯田啊，集袭。哎呦，漂亮，无中生有。那么过河拆桥的话，其实也没什么用啊，没什么用。容我三思，大智恒，容我三思。那这样的话，感觉他要 CU 哦，还不能乱讲啊。不能乱讲，还好还好，稳住了。那这样的话，决斗大丈夫何居节操，过河拆桥杀一刀，可以再望戏，还有屯田。那么这样的话，远交进攻决斗死，最后六个不去啊，死了。这里最后啊，我们这个望戏屯田啊，还打了一个小配合，小配合，这有点像南蛮农民放南蛮啊，然后祝融收南蛮，然后我们这个屯田再收一样啊，一样的效果。好，我们这边看最后一句啊，最后一句的话看看，关二爷啊，司马加甄姬这种强力组合我们都没选，我们选了一个二爷配这个神七，那么看看这一局如何发挥啊。那么徐晃啊，上来就这么高调跳跳就跳，蹦蹦哒哒的跳，哎呦，结果给我们翻面了，给我翻过来，翻过来的话还好，四血两桃一桃园啊，这个手牌还行吧，暂时乐不思蜀。哎呀，漂亮，哦，拖一波，啪刺，哦，这里是仇杀的啊，这里是仇杀的，这就太二逼了，我操，这屠杀成这屌样了，你这心理素质也是够差的啊！那边的话，女萌加徐盛，留的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那边火攻打一波，飞五五，飞五五的那也就也偏位喽，要好位偏位将，尽管放马，不怕死，尽管放马过来啊！七号位看看，顺手拽羊拿一张，然后呢全都去死吧，这个全都去死。那边有周泰是个妨碍点，许褚的话三张，那边的话徐盛弓箭手准备放箭，弓箭手准备放箭，一个国无懈打出来啊，雷杀漂亮。那这样的话九就一个女萌，她拿两张，拿两张啊，不一定是看穿了吗？哦哟，这万万没想到了，全都去死吧，全都去死吧。那么许褚一张，三张，三张的话再放一波啊，再放一波。六号位的话，万箭再齐鲁啊，万箭再齐鲁。三号位，我们还有桃可以救。三号位在那边的话，这里这把自己队友给打死了，把自己队友给打死了，奈何奈何痛苦吧，在仇与恨的地狱中。那我们这里啊被翻面一轮，然后三号位把大嘴带走，最后的话最后断肠副将桃子吃起来啊，熟的话就看是哪家咯，杀一刀，寒冰敲掉，挣扎吧。那我们二爷啊，桃子吃起来的话，这个过河拆桥，然后的话可以直接关羽在此，关羽在此杀一刀，最后的话这就没有办法了，结果周泰就死了，最后祝融。这一局不应该放，大嘴打不忘。就这样吧，最后一局忘了，忘了这一局，对，当时应该是搞掉的。好吧，就这样吧，就看前五局吧，最后一局是当时应该是直接弃掉的啊。好吧，就这样啊，最后谢谢大家。